最撇，腰短小而平，横左低右高。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骨是在撇的正下方。撇，高起笔，点往下面错。撇的收笔的话，不要长于这个横的起笔处，点在这两个中间穿插进去。先写两点，再写中间的撇。收撇，首先要垂直向下。所以高低要有错位，在写捺笔要往上面靠，由轻到重，要写的稍微宽一点。撇短捺长，捺由轻到重，向右下方斜行笔。撇不要写的长，注意捺笔的话有细到粗。十，竖画在中间，要垂直，由粗到细。横画要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。我们看一下撇的出头，不宜写的太长，要短一点。横折钩不要写太宽，顿完之后向下。勾出去，横两个横画尽量往上面靠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这个要留出空间。